小的时候我总有一个梦想，我想当科学家。后来长大了我就寻思啊，当什么科学家呀，我也没这本事。现在的我只想要带你回家。哈哈哈哈。哎，对对对，就是这个眼神，就是这种看垃圾的眼神，请一直这样看着我，爽，太爽了。你有病。不是，你别光奖励他呀，你也奖励奖励我呀，求求你了。请把我也踩在脚下吧，务必要狠狠地踩我呀，你踩得越狠我就越兴奋啊。俺也一样，俺也一样。不要一直盯着我的眼睛，不保证你会看到什么。我的心，是那光能使者变幻魔法，到达神奇的世界，创造未知，创造未知的空间，熊熊火焰在胸中凝结，熊熊凝结，凝结，围绕我们遥远的未来。眼睛的光辉照耀着银河宇宙，超越时空，踏上旅途。它光能使者，光能使者，光能使者，我的心，我的心，是那光能使者魔法闪耀。我们充满了希望，预感未来。这次一定关注。